陈玉成老师，带来歌曲《太阳》。双手是查甫人的命，就算是风雨人心内入来七土干，一步步爱勇敢向前走。后前的路就算坎坷难走，相信总会有一天会听见我的名。我对着生命的太阳，走出着心痛的方向。我比石头搁坚强，什么困难也打袂倒。我当地无尽的波浪，不定的人生啊向前冲，总会找着光明路。有一日变作天顶的太阳。上爱行，这个热酸酒是查甫人的歌。就算是风雨人，心内入来七土干，一步步爱勇敢向前走。后前的路，就算坎坷也不相信总会有一天，恁会听见我的名。我对着生命的太阳，走出着成功的方向。我比上海到天上，什么困难都打袂倒。我当地无情的波浪，不停的人生啊向前冲，总会找着光明路。做天顶的太阳，我对着生命的太阳，照出着成功的方向。我比上头较坚强，什么困难都打袂倒。我用对无情的波浪，不停的人生啊向前冲。总会找着光明路，有一日变作天顶的太阳。老师好，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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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老师是指导歌唱的老师吗？是新一潮的歌唱班的老师。哇，有第一棒就请出老师，这样子后面怎么唱下去啦？对没？哎，有点后面那就有压力了呢。不会，还好啊，我们每个学员都很厉害的，尤其玉生哈。对啊，压力山大。哎呀，
大家都很高唱，但是你第一棒就派出这种高手，这应该要做得到。好，不会啦，那个我们有成功一半就是好的将来。哦，对对对，老师讲好恭维哈。哎，啊那爱唱歌好朋友赶紧找老师报名。要紧的哦。对啊，唱歌这个让我感受到这个太阳的这阳光的来的啊。是，对对。哎呀，啊，其实我们那个新潮最主要就是说，哎，每个人有自信。每个都是非常健康的合唱这样子。哦，很棒，很棒。所以你是说别人唱歌不健康？是把人失败就是让你快乐。没啦，大家唱歌拢健康啦吼，啊，无健康啊，拢看性格。哎，喂，无健康啊，看性格来维持着健康的身体哦。是的，好来，谢谢老师。谢谢。